那这位表演者呢只有17岁，虽然说年龄非常小，但是名声已经早已在外了，因为他号称中国第一美女蛇。有请。他叫魏伟，17岁，来自吉林长春，一名正处于雨季的漂亮女孩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9岁的她接触到了舞蹈，于是一练就是8年。8年的艰苦训练让她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，而且这些动作全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完成。如此惊艳的舞技也让她获得了一个美丽而惊悚的外号，中国第一美女蛇。有请中国第一美女蛇魏伟。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第一美女蛇魏伟，今年17岁。那既然是这个中华第一美女蛇嘛，我们要做出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能做得到的动作来。好，第一个来。哎呀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哎呀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的不敢相信。好，来第二个。好 S 啊。他的腿从后面搬到了他前面的肩膀，还弯下来了。第三个，最难的，只有你一个人能做到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再来一个啊。哎呀，好厉害啊！你能让我就是替观众朋友触碰一下你的这个关节和骨骼？其实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硬的。它的关节和关节的，来，我再问，够连接的那个部位呢？再摸一下膝盖来，是硬的吗？是硬的。哎呀妈呀，天哪！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是什么呢？一段。神秘的舞蹈，神秘的舞蹈到底有多神秘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